通常如果步频不够快，你可能会越跑越下沉，就让你的触地时间太长。当触地时间越久，肌肉使用的时间越长，就会让你越快把体力消耗殆尽。确实看起来你现在的动作，就是会让你一下就爆掉的状态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天母冯里所100天挑战半马计划的，算是前哨站。哎，这边刚好是天母，真的。对啊，看就知道了嘛。不要在那边废话。今天我们算是 Panasonic 城市路跑的倒数，大概只剩下2周到2周半的时间，所以也算是周期刚开始一段时间。那最近你也开始持续的在平常锻炼，你已经有开始遇到一些什么样撞墙的问题了吗？我觉得就是我现在都看手表给的建议配速跟跑的时间啊，然后我没有办法一直持续跑啊，我可能他叫我跑23分钟，我跑4圈我就停下来。23分钟，可是你只跑4圈。对啊，1圈几分钟？大概3分多钟。所以你只跑了12分钟，跑一半就停了。差不多就啊，我休息一下，然后就按暂停，你就停止了。那你还每天都在 IG 拍的，好像练很多一样，苹果西打在那骗观众。我没有骗观众，好不好？我都难怪你都没有写那个里程。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，也算是新手跑者很容易会遇到的，就是像天母冯里所这样，可能跑没几步就真的太热太喘，然后就会完全的想要先停下来休息。一停下来，完蛋了，完全没有想要再继续开始的这种状态。所以我们就来归纳一下，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？那通常呢，你在跑一段时间，就真的觉得身体受不了。第一种情况当然就是有氧能力不足，因为当你有氧能力不足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一下子就进入一个无氧状态，越跑越喘，然后肌肉也支撑不住，甚至流很多汗，会让你各种身体的表现数据开始往下降。Yeah， 没错。所以第一个，有氧能力不足。那第二种呢，可能就是在动作上的调整。当有氧能力不足的时候，我们要尽可能在每个跑步过程当中的动作越省力越好。大家想象刚刚讲的课表时间可能是30分钟，这30分钟里面，冯里所只花了4圈，12分钟。我真的都有听你的话，就是之前还有在上那个体能课的时候，我们步频就弄得就好像比较短一点，然后跑得轻松一点。刚刚那你铁人课，你铁人也没跑完。那我跟你讲，我的强项就不是游泳，要是让我过游泳，不得了。好，所以步频呢也是刚刚讲到很重要的一环。通常如果步频不够快，你可能会越跑越下沉，就让你的触地时间太长。当触地时间越久，肌肉使用的时间越长，就让你越快把体力消耗殆尽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原本电量100%，可是如果你每次步频可以维持在一定的节奏上的时候，你可能每分钟是只扣1到2%的这种电量，是慢慢递减。我说踩一下就扣5%的。对，但如果你现在动作太费力了，你就很下沉。没有1分钟扣1%2%，你现在1分钟扣5%，所以你的消耗时间就比别人更快。天天都要充电的 Apple Watch 啊，你是Garmin啊。哎呦，这样频率好屌哎。哎呦，所以今天我们将带你来做一下实测。待会的实测呢，会分为上下2个阶段。我们会把今天的训练拆成上下步骤，上半部15分钟，由你自己用平常的方式来完成这15分钟的慢跑，应该还在你可以负荷的范围，15分钟应该是可以撑得完吧？不行啦，他 IG 只是拍照而已，你真的把它当成他都在跑？有啦，真的有跑啦。第2个阶段，我们在15分钟折返之后，我会介入我的训练指导，就是加入步频的建议，然后调整你的动作。我们来试着在2趟15分钟跑完之后，来看一下数据前后的对比，在心率上、触地时间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？好了，那就让你热身一下，待会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15分钟，正常版跑者就是你自己原本的训练方式。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状况如何。好 ，OK， 准备出发，3、2、1 ，Go！ 轻松跑就好了，跑你平常的慢跑速度就可以。嗯，确实看起来你现在的动作就是会让你一下就爆掉的状态。真的假的？频率太慢了，然后又跨比较大步。调整你的呼吸，不要讲话。但你就跑你习惯的状态。现在大概6分速哦，你要配速哦。你平常看起来都跑7分半。所以要慢一点。听你身体的声音，会不会太喘？你要跑15分钟。1公里6分18秒，6分18配速第1公里。他们看起来蛮会笑的。你刚刚应该要跟他们动个2下。这还没有比他们跳舞激烈吗？看起来没有。我心里感觉有。现在时间已经过了，大约是9分钟。没错。 那配速来到7分多一点点，但其实从这个侧面仔细看，动作上啊，难怪你会觉得越跑越累。屁股的位置，骨盆夹屁股往前转正，把骨盆角度往前缩，对，往前再转多一点，很好。收下巴，肩膀放松，感觉像是在夹大便的感觉，把屁股夹紧。这个时候身体才会回到一个直线。你刚才的动作啊。 屁股太下沉，脖子又往前伸，身体就呈现一个有点像 S 型的状态。对，落脚的位置，大腿抬，小腿自然下垂就好。很好，用这样的方式收下巴。现在就是大家跑到一段时间后，有可能就会在动作上有出了一些状况，就会让你越跑越累，出力时间越久越费力。 但为了数据好看，我不应该让你调整动作，这样看起来讲完调整后才会第二段有大幅突破的感觉。那我回复上一动，不用，维持好的动作比较重要。OK， 12分，先让你休息缓和一下。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训练，12分钟。 大概是配速在6分30秒完成， Yeah. 但我刚看了一下数据，大概是步频只有在160，完全不及格。所以我们待回去呢，我刚帮你的手表新增了节拍器的设定， 待会回去的路程，它会用每分钟170下的步频一直提醒你，然后我也会在旁边介入你的跑姿动作的建议，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调整，我们来看一下来回2趟，一样是大概2公里多一点点的路程当中，它的跑姿变化，还有总时间的不一样。 OK， 准备出发哦。跑步好难。苹果西打，挺惨的。哎，苹果西打，你小时候玩过那个吗？什么苹果西打，再来一打，那个。跟大家讲，节拍器上来开启，按下跑步功能之后啊，然后你进来跑步画面，长按中间的这个钮，下面就有跑步设定、训练、导航，然后你到第一个就是跑步设定，点进去。 下面这边有一个节拍器，打开，状态开启，这边就开成170、175都可以。然后警示大概每4拍，你就可以停，它就像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而且它会搭配震动，那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在真的训练过程当中，可以有一个节拍器的提醒。 那 Garmin 几乎大部分手表都有资源，但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，其实在手机上面你随便找节拍器也都下载得到类似的这个 App， 它其实对于跑步也蛮有帮助的，推荐给大家。OK， 接下来回程一样大概是12分钟的路程，然后我们就介入挑战，介入矫正动作，会提醒你的步频还有跑姿的动作，来看一下最后数据上会不会有变化。啊、如果没有变化，这支影片不能播了、欸，整个绕轨。好，准备出发。 三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跳掉了？好，来了。等下定位完成。这样吗？它还没 GPS 绿色才可以。OK， 3、2、1 ，Go。手表在震动，感觉吗？有。好，现在我帮你设定的步频是170下，因为其实你刚刚在。 第一趟的过程当中，大概只有160下的平均步频，所以你现在的目标就是跟着这个换步的节奏去维持你的步频的节奏，但是不用管多大步。所以它第一，你就是要跑4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你现在对的脚步是右脚还是左脚？ 右脚，右，对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我变左了，不要乱掉，跟着那个节奏，心里要有个默念的感觉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现在这样的动作，在步频有维持在一定节奏上，我录影给你看。 你刚刚的那个坐着跑的那种感觉就稍微少一点。收下巴，屁股稍微微转正。你现在的动作就是目标要跑在你的步频节奏上，在这样的步频节奏上，你的脚因为步频比较快的关系，会刻意的加快你换步的节奏，就可以减少你的触地时间。啊，触地时间越长，就让你肌肉出力越久，越快疲劳。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把它控制在170下每分钟的步频上面。所以专注在每一步的换脚过程当中，跟着节拍器去左右，而不要去想着我到底步幅够不够大。我们先把频率找到正确的位置上之后，再来慢慢加长你的步距，来控制速度的。就是目标配速的区间，所以先把步频维持在我们的目标当中。好，对，很好，继续哦。身体打直长高，屁股回来，躯干成一直线，对，很好，核心出力。没力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想要下沉坐下来，身体拉直，对，收下巴。正常来说，你现在在调整完这样的跑姿之后，应该要感觉上是有比较轻松的在，小心啊，是应该要有感觉比较轻松的在每一步的支撑上面，就只有专注在每一步踩下去的时候用力，其他时候保持放松。你现在应该要感觉腿部的负担比较少，是比较轻松一点。对，好，跟着跑步，跟着手的步频节奏，1、2、3、4、1。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身体第一个打直长高，第二个屁股回来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脚，感觉每一步都是低的时候就是出力，其他时候都放松，所以把这个用力的感觉放大，其他时候尽可能保持放松。左右，所以你出力的时间只有很短的左右那个当下而已。很好，好，上半身上坡的时候小步一点，越小步手摆快，对，节奏一样维持。好，下坡会慢慢拉回来，正常的步幅。哦，你体感上有感觉比刚刚轻松吗？有，没有那么重，对不对？现在动作上听你的呼吸，感觉跟刚刚比较不一样。虽然配速平均看起来比刚慢了每公里慢10秒，6分30变6分40，但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可以继续往下跑。我们要的不是每公里快很多，而是把续航时间拉长，你才有可能透过这样把体能练起来。对，放松的位置，把放松的感觉放大。出力的时间缩短，出力的时间都只有两脚在着地的这个瞬间用力就好。右左，对，踩下去那一刻稍微出力而已，一样维持换步节奏。上坡可以小步一点，让你的步频可以维持，但步距不用拉大。小步一点，手摆快，带脚，对。好，下坡就相反。快到了，最后直线就到了。1、2、3、4。OK， 即将抵达终点。好，停表。我们到前面树荫下休息。OK， 我们已经完成了前后的实测。刚看了一下数据。第一趟的平均配速虽然比第二趟快，第一趟我们跑6分半，第二趟大概跑6分40几秒，但是两趟的落差在数据层面，以我来看数据的角度上，第一个是步频有变快了，原本第一趟大概是160，第二趟大概是165到166左右，平均步频。对，那第二个呢是垂直振幅跟触地时间的数据，所以刚刚在数据上面看起来啊，垂直振幅跟触地时间在调整步频后加入节拍器，其实是会让数据显示是比较好看，就是看起来你的触地时间变短，就你的脚不会留在地板那么久，相对起来你的肌肉出力时间就变少。那数据层面是有进步，但你刚刚体感上感觉怎么样？就觉得好像要因为我听到说触地时间少，应该就会比较省力，所以我就很刻意的让自己跑起来好像比较轻盈一点的那种动作，这样。所以其实，在画面看起来，我刚刚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前后录了2次慢动作画面，其实可以看到第一次跑的时候比较下沉，那动作上是比较有一点溃缩，比较明显，所以大家就会造成垂直字母过大，因为你掉越多，往上跳就越高。可是如果你往下很少，往上相对就会很少。你想象弹簧压的越低，它就是反弹越高。所以我们尽可能要在跑步的过程减少这个弹簧溃缩的这件事情，它只有一点点溃缩，才不会掉下去太久，往上回弹就需要一个蓄力再重新开始，就是比较吃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跑步的过程尽可能垂振幅越低越好，就不会有太多的上下在跳动。那这样调整下来，其实对于跑步的续航性来讲，就会有效的可以提升很多。如果你也是像天福所这样的跑者，就是可能跑个20分钟，就真的已经满头大汗，完全跑不下去。或许加入这个节拍器的控制啊，它是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的续航表现可以再好一点。我们先可以在一开始把2个数据做最关键的参考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把持续跑步的时间拉长，先不要管到底我现在跑5分速、6分速、7分速，跑几分速在最一开始的训练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要可以跑够长的时间。像他现在都20、30分钟就停下来，受不了。那可以的话，尽可能先把持续跑步的时间拉长，我们再回头来看你的跑步速度，这个是比较有帮助的效果。跑动再说了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先把跑步的续航时间拉长，第二个要让跑步续航时间拉长，就是要在每个过程中越省力越好，所以我们才会加入节拍器。那可以透过节拍器的控制，诱导你在快速换步的情况下，刻意的减少缩短地板触地时间。你想象，你如果现在170下，叭叭叭，脚留在地板很短，可是你就150下的时候，你就叭叭叭，就越来越下沉，越跑越累。所以教给大家的2个关键，如果你接下来就是也有年底的赛事，但是现在怎么练都跑不起来的话，或许可以先从这2个点先去努力，持续把拉长训练时间。第二个就是透过步频的控制，让触地时间缩短，提升你的跑步效率。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。接下来天母冯迪所的考验即将在2周后登场，应该是持续照这样的方式练，应该有帮助啦。接下来这2周，我也会在课表上给你继续的微调。我们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 Panasonic 城市路跑当中，12.5K 的距离下，挑战自己上一次的记录，90分钟嘛，一定会超越的，应该是有机会啦。好了，我是你的家长哲睿，我是天母冯迪所。如果喜欢我们这集的影片的话，大家记得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你对于刚开始跑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，然后真的很常撞墙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就准备接下来迎接你的第1个半马前的技术挑战，没问题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